卖水果了。来，小朋友，要水果啊？嗯。哎呀，要水果的有没有钱啊？没有，但是我没有红包。有红包啊？是压岁钱。哎，过来，我看着。哎呀，压岁钱呐、啊！你想要多少个水果啊？啊？三个。三个。哎，要不这样吧，小朋友，哎，你们这个红包又不是钱，是不是？要不这样吧，我一个水果就换你们一个红包，可以吗？好啊。哎呀，那这样，来拿着袋子，你多少个红包？三个。你的三个。我也三个。你也三个红包啊？哎呀，三个，那我就给六个水果啊。哦，自己家种的，很香的，也很甜的啊。拿回去慢慢吃啊，然后我多送多两个给你们。哎呀，你看口水都流出来了，这小妹妹。哎呀，好吧，拿回去吃吧。妹妹走吧，回家终于有水果吃了。哎呀，这小朋友，哎呦，这个压岁钱，我看那张应该有100。哎呦，哎呦，这里200。我就这小孩压岁钱这么多呢？哎，这里也有100。哎呀，发财了，这里200，哦，小孩，哎呦，这里200多，还有没有？哎呦，这里也是200，哇，这小孩的压岁钱比我卖一天水果都挣不了那么多。哎呀，看来看见小孩的话，叫他们拿压岁钱来换水果了。一下子赚了1000多，哈哈哈，发大财了！哎呦，收起来，赚大发！卖水果喽！来啦！姐姐，我们回来啦！回来啦！嗯，哪来的水果啊？去那里买的。买的。嗯，拿什么买的？红包压岁钱啊。拿红包啊。嗯嗯，全部你们那些全部红包都就买了这点水果啊。嗯，完蛋啦，你们被坑啦。那红包里面每个红包都有200块钱呢、啊、就买了这几个水果啊，多少个？1、2、3、4，还8个水果啊。啊、嗯、哎呦，他说一个红包换一个水果，然后最后再送2个水果。完了，那红包总共啊都差不多1000块钱才买的这个水果。哎呀，这个水果老爷真是的，你那么坑啊，你叫我卖拿红包钱跟你换水果，还一个红包换一个。哎呀，行了，你们拿回去，先回去吧啊。那边在路口那边是吗？啊，嗯，那你们先回去啊。真的是。走了一路了，也没见哪个，应该就是这个水果佬。睡觉卖水果。美女，哎，美女，吓死！哎，水果佬，哎，做不做生意啊？怎么在这里睡觉啊？美女，哎呀，这里呢，看哪里去？哎呦，不好意思。刚刚睡着了，刚做了个梦啊。难怪在嘴巴里面喊美女哈。哎，美女要多少啊？这水果怎么卖啊？这个，哎呀，大过年了，就收你2块钱一斤吧，自己家种的。2块钱一斤呢？是啊。卖那么贵，你看我这个刚刚在那边买才5毛钱一斤。你能一样吗？自己家种的。一样的，你看，跟你这个品种都一样的。无公害的，他们也是。我去那边只有这一点，我就买了这一点。
看你这里还挺多，我还想买多买一点。多买一点呢、啊？可是5块钱确实，5毛钱确实是少了一点点。哎呀，我喜欢吃，你就便宜一点卖给我嘛。哎呀，行了，都是同行压价，真的是。要多少？要个10斤吧。10斤呐、啊？嗯。哎，十斤，哎呀，这么漂亮这个美女，跟我做梦的那个差不多。哦、哎呀，你还梦中情人呢、啊？哎，够了没有？你称一下。称一下啊。5毛1斤，哎呀，太少了。哎呀，不少了。来看，多少斤呢、啊？11斤，算你10斤了。哦，那好。好啊。十一斤，多少斤呢、啊？五毛。11斤就是五块。5块。5块。算你5块了，还送了两个给你了。还送了两个。哎，看你这么漂亮。谢谢啊。哎呀。哎呀，一下子买这么多。我忘记了，我一个人在家吃不了那么多，光顾着我喜欢吃，但是我喜欢吃，我也不能一天吃10几个、20个，是不是把我撑死？一个人在家？是啊。哎呀，那美女，你还是单身呢？是啊，我还单身呢。我不单身的话，我肯定不会出来买水果了，我都叫男朋友去买了。这样子啊？是啊。哎呀，美女，干脆这样了。如果说你给个微信我加一下，我这个水果送给你了，连这一筐都送给你了，连这一筐都送给我啊？是啊。好、哦，那其实的话我也单身。你也单身啊？卖水果呢，就想找个女朋友看看有没有那个机会。好、哦，这样。去年的时候啊，那些媒婆相亲，都相了好几千块钱都没有成一个。哎呀，不过我卖水果很赚钱的哦。一天的话卖水果最起码赚个3000块。3000块啊？是啊，你不要小看哦，一筐水果可以卖3000呢、啊。你一天的收入比我一个月的收入还多。哎呀，这个经商还是要有那个道才行啊。难怪骗小孩。哎呀，怎么样，给个微信加了。可以啊。那我要是再做你女朋友呢？我做我女朋友啊？先加微信，来加。哎呀，三妹。对啊。我叫大飞。你叫大飞。是啊。哎呀。同意了。这样吧，那个水果免费，做一筐也送给你。如果你做我女朋友的话，马上给个见面礼。我转个520-1314过去。我刚刚都说了，我说我要是做你女朋友呢。马上走。马上走。转过去了。520，还有一个1314的，收到了吧？真的到了。哎呀，我做事情的话，一向都是很讲诚信的。哎呀，那个三妹，今天晚上有没有空啊？我们出去吃个烧烤，看看电影啊。有啊。有空啊？肯定有啊，我大把时间。哎呀，我刚从广东回来，想找人去玩都没有伴。哎，大过年的你也不出去玩一下？是啊，我想去啊，可是没有人跟我一起去。那既然这样，今天晚上8点钟，我到你家这个路口这里来等你。哦，可以，可以是吧？哦，可以啊。哎呀，是要开是吧？是啊。可是我没有漂亮衣服，怎么办？哎呀，我女朋友不能比别人差。这样吧，哎呦，我今天也赚了一点点那个。哦，红包钱，嘿嘿，红包钱呐、啊！是啊，这么多、啊！哎呀，哎，拿完去吧，1000多块钱，拿去买一套漂亮的衣服，然后穿个黑丝袜、高跟鞋，涂个口红，然后我们去约会。好啊，可以啊，这样我这样打扮的话，你出去你也有面子，是不是？是啊，不过你要带上你的身份证哦。哦，身份证啊，你放心，啊、我随身携带的。行，那这样就说好了。来，拿回去。那我走了啊。啊、哦、好。哎呀。那谢谢你了啊，晚上见了。啊、哦、好。晚上我在这里等你，8点钟不要关机啊。哦好，拜拜。哎呀，想不到卖水果，我的桃花运也来了。
竟然找到个女朋友，哎呀，也好意呀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，你这个水果佬，还坑我妹！看我扛回来那么多水果，还是免费的，这下我妹有的吃了。这红包钱，分明就是我妹的，还坑我妹的红包，拿回去给我妹，还加我微信约我去吃烧烤，我才不去呢，把你删掉，删掉！不仅黑心就算了，还那么花心，借你个喜欢你，谁要叫你女朋友，我才不做呢！呀，别去了。哎呦！